不是吧？我要背面。我要背对着。靠！我要拿掉眼镜。还有口罩。每一条啊，这一条。随便都很痛啦。有吗？下次吧，反正我每一节课都在痛，只要有十数课我都很痛。哦。小腿那个萝卜那边。哦。眼镜啦，眼镜啦！你赚到哎，老师很贵的。哎，我刚碰你就觉得错，那不是啊！刚才痛了啦，孩子。身体记忆。来，我帮你松多好，对不对？我都还没压。叫出来！我来控制他的声音。妈呀！你啊！你们叫法就不一样。还有泰山的叫法。哎，声音呐！太故意了。我们两个动作都一样。哇！还没啊，碰到而已。这才叫专业。我干，我干，我干！啊！又痒又痛。也没有痒，我自己会按，我都不敢痛。啊！啊！这边也很痛啊，但前面都比较痛。很痛！啊！啊！看。哇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靠！
要去哪里？先空转再自转。哇！连这个都有感觉是不是？哇！哇！哇！你的尾巴是怎么？哇！好睡觉。哦。哦。